我是在说，今天是107年，8月19号，小鱼港渔港，小琉球渔港，14:59。啊，这个就是要拍这个，就是要拍这张，开埠一号，我就知道。我就是要拍这个啊。这张片给我的很多都点的比较好看。太傅一号，一艘开往小琉球的太傅一号入港。哦，太傅一号入港，谢哥。我下面花在很多的店铺里看到没？小琉球之旅圆满成功，也正式结束了。终于结束，终于结束。这边有两艘太傅号在这里，太傅一号。这个是人生片花在很多的店铺去看看，我真的真情推荐来小琉球玩。谢谢各位。太傅一号。哎，这是一个店。拜拜。